友大家好，我是慧文。其实拍摄对我来讲不是太紧张，因为从以前开始就是做模特，所以拍照算是蛮顺其自然的这样子。对啊，因为这次我很高兴，也很就是谢谢造型师帮我准备衣服，都是没有露肚子的。穿着还蛮就是一般的，就是可能一般的 T 恤牛仔裤很简单，然后就球鞋配球鞋这样，然后也不太会化的大浓妆什么，因为出去很怕被人家就是看得出来或受到那个注目，所以我就是穿的越简单越路人越好。对，我是希望可以这样，就是比较不会在自己不好的状态下然后被人家抓来拍照。